是你太太，我对你一个群众的管理，帮你管理，我就把钱都投给他了，把他照顾一下。这样去了客户之后结算以后，他全都拿走。400多万，那你没有跟他要回来吗？他不给啦，要回来要不回来？他的钱都给你管，然后有400万要不回来。我也可以，哎，我们前面这么多漂亮的记者帅哥，我也可以告诉你，我拿了400万给你。所以我不想回答不是事实的东西，我也不反驳别人想怎么说。因为我们2-3年都没有在同行，就是就已经过去了，我班就很快，因为我属猪的嘛，主管就很快，没办法了。我还被他家暴过2次。打哪里啊？已经打我头破血流2次。打哪里？打头啊，头破血流啊，2次我还能够看到了。就我有照片啊，就把我证都洗掉了。然后我现在对这个事情我讲了，过去过去了。因为我的认知是他的爱。有家暴谁？你们看我身高也才一米五六，然后我体重46公斤，看看大哥这么高这么大，你们觉得我有家暴吗？家暴我就不错了。中间好了，准备一二三。今天还是漂漂亮亮的，是漂亮的就好。没有，现在比写真集还厉害的。什么？就是郭董要当选了。如果郭董真的当选了，我会比写真集还更厉害的。什么？暂时保密，比全裸还更厉害。我本身是基督徒，我基督徒，可是我赚来的钱都是庙里给我一半以上，我都会去庙里，因为他让我赚很多钱，做秀每次一次都几万几万这样子在赚，所以我很感恩。我现在还是有去庙里。我刚才被那个深蓝的国民党骂，你知道吗？说田沃林你怎么这样子？郭董是出来闹的，你为什么要支持他？我说没有啊，我真的好心好报的时代来临了。哎，哇，哇，哇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哦，加油！来这边，来左边，来左边，来。我跟你讲啊，我今天我觉得我很难过，我明明知道要来，他就在那里晚上看追剧，在那里看那个。不管韩迟到没有理由，韩外国的、韩国的或者的大陆的，一追剧我们两个反而不会，不然有时候都会会吵吵。哎，你怎么那么慢啊？我跟你讲话你没有听到啊？要珍惜每时、每时、每刻、每分、每秒钟，大家能够见面了。见一次，跨子盖见一次赚一次，真的也有难过，有的已经白发苍苍，憔悴不堪。人家都说我没变，我自己感觉到我没变，我永远都是27岁啊，我27岁。